嗨，大家好，我是小易。GPT-5 发布，全网都在狂欢，说它拥有了博士级的智能，甚至学会了思考。今天，小易会把 GPT-5 发布会上的代码扒下来，我将不改变任何内容，复现发布会中模型在各方面展示的能力，看看发布会上完美无瑕的演示，在我们的真实环境中能做到什么程度，是100%的完美复刻，还是会打折扣呢？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这次 OpenAI 发布的 GPT-5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可以通过简短的提示词自动开发一个非常漂亮的财务统计仪表盘和一个 3D 游戏。那我们就从这两个开始测试。这个是它在发布会上使用的提示词，我们把它复制过来，用 GPT-5 执行。要求是为初创公司创建一个财务仪表盘，要求设计美观且有品味，具有一定的交互性，并且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可以很轻松地关注到重要的事项，并且指定了要使用 JS 和 CSS 来完成。我们现在点击运行，看看能生成什么样的效果。需求已经梳理好了，开始动手写代码了，执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OK， 执行完了，一共500多行代码，这个过程大概花了3分钟。我们来看看它的代码，这个是脚本语言。这里是 HTML 加 CSS 样式，跟我们在提示词里要求的一样。点击运行，看看最终展示出来的效果。这和发布会上演示的效果差不多，它在最显眼的位置展示了这家公司的月收入和近一年的总收入，以及一共收了多少钱，目前手头上的现金还有多少，这些都是公司高管最关心的事情。下面则是收支曲线图，这是每个月的收入，这是支出，一目了然。再下面则是收入来源等等，它这样布局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点击可以切换查看3个月、半年、一年的数据统计分析。这个图表数据也是可以切换的，鼠标放上去会出现详细的数据展示。我们在指令中提到了要有交互，这里确实做到了。关于它在美学上的提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这个很难评。不过这么简单的提示词，而且只用了3分钟就能做到这种程度，我们通过人力来开发，估计最少需要半天到1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点确实非常厉害。接下来我们来玩点更酷的，当时那个一句话创造 3D 游戏的演示真的是看呆我了。我们把这个提示词也拿来试一下，好，点击执行。当时在发布会上演示的效果特别惊艳，不但有城堡、士兵、大炮，细节也非常丰富。不过他在执行代码后，因为执行时间过长，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程序。我们来看看实际执行的效果会不会也有这么惊艳。这个 3D 效果出来了，城堡和士兵都有了，但是没有看到气球和大炮耶。我们来玩一下试试。这个应该是个士兵吧，我们找他说说话。哎，他不理我哎。鼠标点击有球再飞出去，这个就代表大炮吗？这回又不出来了。哎，我刚刚点的这个应该是个气球，打中后会有一个提示音效，这点确实还行哦。我再找个士兵聊聊天，点中了。你好，我是3号骑士。但是没有输入聊天的地方。我再找一个，这个彩色的代表村民，不过也不可以聊天。我来看看这个城堡的主体，我没有发现就是像发布会那样看到很多气球，我们来找找看是不是在城堡的内部啊。
哎，刚刚有一个提示音，我刚刚应该点到了一个气球，还有一个提示，但是我看不见。他们应该是在这个 3D 城堡的内部，我看一下，进不去啊，进不去啊，不行，我不知道怎么进去。这个整体的效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功能目前只能说是概念，对于日常开发帮助还很有限。这次的发布会有提到 GPT-5 不但减轻了幻觉，在防止恶意使用，尤其是预防欺诈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提升。以前的模型，如果你提一个有风险的问题，它可能会直接拒绝回答，但是用词巧妙的话就可以绕过审查。不过 GPT-5 已经能够监测到，并且会尝试额外提供一个安全的有帮助的答案，比如发布会上询问他关于如何制作类似烟花爆竹这种易燃易爆物质，也就是这个提示词。在升级之前的版本， GPT 是会直接给出答案的，但是升级后他就会拒绝回答详细的操作方案。为了防止误判，他接着又告诉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然后给了我一条更安全更专业的路。我们看看同样的问题，其他模型会不会正常回答。我先用 Gemini 来测试一下。他成功绕过了审查，这里回答的非常详细哦。我们用 Glock 再试一下。OK， 在 Glock 这边也成功获得了答案。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他的推理能力，来个经典的。农夫带着一只老虎、一只羊、一条蛇、一只鸡和一筐苹果要过河，农夫的船一次只能载农夫和一样东西过河，已知农夫不在的时候，老虎和羊在一起的话，老虎会吃掉羊，如果鸡也在的话，鸡会阻止老虎吃羊，农夫不在的时候，鸡和蛇在一起的话，蛇会吃掉鸡，如果老虎也在的话，老虎会阻止蛇吃鸡，农夫不在的时候，羊和苹果在一起的话，羊会吃掉苹果，如果蛇也在的话，蛇会阻止羊吃苹果，老虎不吃鸡，蛇不吃苹果。请问农夫如何才能将老虎、羊、蛇、鸡和苹果安全送到对岸？我们先来看看 GPT-5 它是怎么回答的。它这已经出来了，我们直接查看最终结果。第一步，先把羊带过去，然后再把鸡带走，左边剩下了老虎、蛇、苹果。老虎吃羊，蛇吃鸡，左边是安全的，羊只吃苹果，右边也是安全的。接着再把老虎带过去，鸡会阻止老虎吃羊，最后这边只剩下蛇和苹果了。农夫过来把蛇带过去了，蛇吃鸡，但是老虎在，它吃不了。最后把苹果带过来，回答正确。再看看 Glock 这边能不能解出来，他已经在思考了，答案被推翻了，又推翻了。好，最终答案出来了，先把蛇带过去，再把鸡带过去，然后蛇就把鸡吃掉了，挑战失败。最后再来看看 Gemini 这边，这边一共用了11步，先是把羊带过去，然后把鸡带过去，它这个步骤和 GPT-5 是一样的，再回来带老虎过去，啊，接着把羊带回来，再把苹果带过去。我们来看看，左边剩下羊和蛇，羊吃苹果，蛇吃鸡，左边安全，老虎吃羊，鸡啥也不吃，真的可以耶。接着农夫把蛇带过去，
蛇吃鸡，但老虎会阻止，最后把羊带过来。Gemini 也回答正确，但是看起来有点傻，羊完全可以不带回来。我再问一个其他模型之前都非常容易出错的问题，随便给我一个10个字的回答。在 Glock 和 Gemini 这边也测试一下，我们先来看看 GPT-5 的答案。1、2、3、4、5、6、7、8、9、10，回答得非常完美。看看 Glock 这边，他还在继续上一个话题，我们重新发起一个新话题。好的，这是一个10个字的回答，这超出10个字了吧？Glock 把它当做脑筋急转弯来处理了，挑战失败。最后看看 Gemini 这边，当然这个回答正好10个字，1、2、3、4、5、6、7、8、9、10、11个字，挑战失败。从这里可以感觉出 GPT-5 的思考和理解能力确实更胜一筹。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